down. What?求你们了，求你桑吉先生相信我。看来你的选择是拖累我们。你们为什么？咱们快走！我相信，我快走！为什么只相信？若基的意识已经被丧尸袭击了，很快就会变异。你根本不明白。 快，下把劲儿，快到了。
不会吧，这不都毒死了吗？你先顶住，我到前面等你。拖呀！桑西，桑西，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拖，桑西，拖呀！桑西，啊！快走，走，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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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桑西。小子，贵宾室在哪儿？丁，你怎么样？你被毒死了，根本就过不去啊！我不相信这里是尽头，我不会死在这里的。走，那边。拉住我的手，往这边。我找到门了。阮宁，我没子弹了，你先走。我去，这个门打不开啊！烦死我了！去死吧！混蛋！你好，我是桑吉，你是？我是安保局 AST 零一小队队长马三，我的任务是来此迎接待救者桑吉先生。如果你就是桑吉先生，请你立刻出示你的通行证。好，辛苦你了，马三队长。嗯。哎，看来我刚才说对了，这里不是我的尽头。他在撒谎。他们不是政府军人，这只是两只四处乱捡垃圾的老鼠。你？不记得了。马三，这女的好像是那天晚上打劫我们物资的人。他们想取代我们进入安全区。不能再跟他们啰嗦了。等等，听我说，我有个建议。老头，哎，你杀了他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站住！再向前一步，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。
销毁了谁也去不了。退后。你先按他说的做。不如咱们合作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们之间有着相同的目的，大家不过是为了活得更好，进入安全区而已。至于跟谁进，不重要。哼，听上去有些道理，但是我还是无法完全信任你。你为什么要杀死桑吉？跟谁进是不要紧，但进入安全区的名额只有四个，他不死，我们之间就注定要放弃一个，而且是他认为最没用的。老头想干掉他？口口声声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，但每次做出选择的却都是他。可我们现在还是五个人啊。啊，好吧，这样就不多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去掉麻烦。哎呀，我不会跟你们抢那个名额的。我对那个什么安全区完全没兴趣啊。我只不过是恰巧路过而已啊。你忘了？真的这么巧？哎呀，真费劲，就真的是这么巧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做的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完全不受控制了。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，咱们谁都无法预料，对吧？我说过我要远离意外啊。别乱动啊。生存守则第十条，老头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加害你，唯有自己不会害自己。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谈判了。不必那么麻烦，我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对你们的事儿也完全没有兴趣。再会了，美女。我们走吧。